对，早就要做啊。不过现阶段，那目前疫情这么严重，黄珊珊也不会出去，因为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还卡在上面，所以没办法。所以要处理疫情的话，黄珊珊就不会保证不会出去。不是，我们如果要做，一定要有职务代理人，什么都要准备好，但是目前阶段。目前阶段根本没有这个打算，所以没有找职务代理人这个。其实早就准备好了。准备好，我知道就好。没有，我们那个工作其实是这样的，每那个防疫会议是这样哦，我们都是因为我们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就刻意在让整个团队这样，不可以说因为谁不在就不能运作。那这样陈时中如果有职务代理人，你也觉得他就可以出去？那大家讲清楚他是谁是职务代理人嘛？没有，这个东西哦。 其实，在职务在交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我们私下徐小可骂那个陈时中，批评陈时中，结果被网军出征啊。那大家都说，那之前周玉蔻骂陈时中怎么都没有事？周玉蔻有骂陈时中吗？阿诺夫。哎呦，那打是情，骂是爱吗？ 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，非常安全，也不会伤身。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疑虑的，可以上快点购。还有这边呢有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 567 CTI 我辣气，可以享有折扣优惠，请大家好好把握喽。